新闻继续关心的是，过新年真侪民众返乡来过年，这是顶横贯市市容蒙面的好时机。为此，嘉义市长涂新特特别视察了环保局的绿美小草班，并感谢清洁队人员的辛苦，和市容焕然一新。要涨价了呀！所以我们这个。嘉义市迎新春，嘉义市长涂新特要求清气清爽的绿化环境，强化嘉义市的市容蒙面。今仔日环保局更加紧着脚步执行绿美化工作，这项作业为二月初就逐步完成市区各道路的栽植区、中央分界道、人行道上来进行绿篱以及杂草的修剪。市长涂新特今仔日也特别前往重庆路甲新民路口来视察清洁队修剪工作，感谢当年的辛苦，和嘉义市焕然一新。那我们嘉义市的一些门面，我们的街道、我们的安全岛上面的树木啊，也长了很多杂花、杂乱，所以呢，我们都会来清。那大概一年哈、会清20次。那现在春节到了，我们特别来请我们的环保局、我们的环保同仁，能够把所有的道路、树木都修剪得非常漂亮，好像我们去里头瓦一样。那这样都看起来绵绵一新。那在这里祝大家哈、能够享受一个漂亮的一个嘉义市。嘉义市在一区中央分界道杂草一年的收过20届，这拢让行道树会用的清气较整洁，看起来也较清爽。离过年前来特别加强修剪工作，就亲像是城市的大摒扫同款，用上清气的市容来迎接全新的一年。环保局表示，春节期间清洁队伫30名，也就是2月18日清运粪扫时间，为原本的下午3点提早到下早起9点，初九初四，也就是2月19日到2月22日停止清运粪扫，在初五，也就是2月23日开始，则提早到9点开始摒粪扫，初六2月24日恢复正常清运。谢新新闻创编同嘉义市采访报道。